您方便说明一下吗？你在全部都交给律师处理，所以其实就说什么。请问被针对控诉部分，您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可以出来再回答。哎，请问方便说明一下吗？现在全部都交给律师处理，所以其实要交给律师处理。针对对方指控。就不再多说Show me 你的天道了 Damn it 全场被我颠倒了闭上肚子我们 get higher OK show me 你的颠倒了颠倒了 Show me 你的颠倒了颠倒了 Let's smell like a 颠倒了颠倒了其实主要还是就是，刚刚说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圆满落幕，对，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嘛，对。而且小孩自己其实蛮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东西，然后公司好像也有走司法程序，对。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以及尖叫声欢迎我们的 Phoenix 出场，掌声鼓励。其实主要还是就是，刚刚说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圆满落幕，对，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嘛，对。而且小孩自己其实蛮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东西，然后公司好像也有走司法程序，对，对，就不方便他多说些什么。没有禁爱令吗？没有吧？禁爱令没有啊。其实公司其实都会给我们。蛮多空间的啦，对，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大家都会知道有些事情可以做，有些事情不能做。小孩这件事情会让你们学习到什么？其实没什么好学习的，我就觉得很好，就是努力工作，对，就是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面的，然后谨慎交友。私下吗？是，就是可能按现实动态啊之类的这一种。
就是会觉得非常的惋惜。嗯，然后就是小孩做这个决定，就是我们也是觉得就是很，就是挺遗憾的，挺遗憾的，对。对，这个我们不清楚，嗯，对，就是公司发我们才知道，对对。